我好像捡到了一只柴犬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只流浪狗是我和马克在一栋烂尾楼中发现的，暂时给它取名字叫小柴。经过我的观察，这并不是流浪狗，而是一只柴犬，于是我打算在附近帮它寻找一下主人。哎姐，那个你在这干活，看没看着一个小狗？没看着。没看着啊？没看着，我刚才就去。好，没在意，我刚到这儿。找了很久都没有小柴主人的消息，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，路边的大爷说出了小柴的来历。大爷说小柴是被他的主人带到这里的，起初他的主人每隔两天就来送吃的，但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看不到小柴的主人了。小柴每天饿了就捡垃圾吃，然后坐在烂尾楼旁的土堆上，好像在等他的主人。听到这里我非常心酸，这么懂事的狗子为什么要放在烂尾楼里呢？我决定先将小柴带回家，再帮他找主人。于是我对小柴说，跟我回家吧，行吗？是心动啊。